你想打我手，咬死一下，啲生煎就殺咗，爛咗啊！總之，用啲手一手嘢，上邊急要把，啪啪一下，啪一下就少啊！把啲生煎又點雞啊？啊！所以就有咧，食嗰啲背弓啦嚇，你背弓手啦，啊有幾足示範嘅，有幾手，係嘛？所以講刀手，刀手咧，刀手點講嘅？啊！刀手，刀手我有咩？呢呢係刀手啊！你掟隻手一背，篤入腰子啊！沉手一背挖落去，我手呢個到呢度，我用呢度壓埋你，你分唔得身嘅。如果喺呢度咁背咧，你仲有機會跳可以攤我嘅，係攤我嘅攤。如果我制約到腦咧，你攤唔到啦。我就係差就是、長點咧，就差幾寸。啊！差三寸，我入咗三寸。你呢度我頭同我啲爭底頂，你頂唔過。呢度有得講，呢度有得講。唉，呢度都冇刀講噶啦。我入咗呢度位，呢就叫佢老。由呢度又老，佢係刀手。我算係刀手，刀手直入刀手。呢個刀手一入咧就咁樣入，你唔好咁接去，咁去咧就好有機會翻嚟嘅。我一咁入咧就冇機會嘅，翻呢度壓你。一物兩用，一心本意啊！啊，我呢度你大啊嘛，你外來你細啊嘛，我入到腦啊嘛。如果喺呢度入得好講啊嘛，呢度冇得好講噶啦，我壓死你噶！呢度我你大嘅你砸你鵝頭啊，砸你收頸啊鵝頭啊，所以咧要腦沙腦滑入啲啊，仲有你一隻刀手啊，有刀手，呢啲又刀手，一隻手仔一手條啊，呢啲又刀手啊，刀手，刀手嚟噶。練碌橋咧就壓下來，大家練功。真正嘅武常搏擊咧，一下就要入，一壓就入，滑入，殺殺入，殺就要入，殺就要入，殺殺就要入，就要入。真正武常上練功咧，可以壓下，頂住啲皮嚟，你練啲皮嚟，頂唔頂得我神啫？啊啊！武常上咧冇用，係砸下佢。唔係刀打刀手，而刀力土力土力沉下啊嘛，土力以滑力打落去，拳就得，掌就得，啊，腰刺就得，啊，呢啲就係咧，呢啲就係滑打落去，啊，就再有咧，啊呢個箭手，啊，比如咧一拳打落中部，啊，一拳打落，我使啲箭手，啊，一拳打，哎，啲箭手冇咗頸嘅。啊，冇一樣啊，有前手，或者咧搭住個手，擠個橋來，啊，你都想一半差位，我呢個佢隻手，我只咪點變貨，啊，我有等神啊冇啊，啊，所以咧我哋大家講功夫咧，啊有等神嘅，呢啲叫做等神，想打人就冇打到，冇想打到打到人，你就冇等神嘅，冇有，你功底冇夠，所以咧我哋呢有等神，呢一打嚟嘅時候，誒，講到越到，講唔到就唔到，啊咧叫做等神。即係你等成夠啊！第一，你冇打到咁多，所以咧依家咧就叫做箭手，啊，箭手都係拳擊手，啊，咧箭手，啊，所以咧，哎呀，及手，啊，及手係咁及嘅，啊，整個人啊，你拎住，啊，呢個咧八四個鐘人就用武先生，係我拿手牌嘅，所以咧一及手啊，就咁練功嘅，正正啲，啊，圓圈嘅。剪個圓嘅，剪個圈嘅，剪個圈嘅呢度，哎，睇睇啦，哎，呢個及手，練功時咧及手，及手，啊啊及手，左右及手，剪個圓圈，剪個圈嘅，剪個圓圈嘅，啊及手，剪個圓圈嘅及手，你練功時咁練啊，雙手練時咁練，啊啊，要雙及手，要單及手，兩隻。啊！呢、這個雙及手啊！啊！呢、這個單及手啊！呢、這個單及手，及手嘅作用咧，佢啲人冇翻花手，冇啲花手發飛飛花花嘅時候，佢一擒一下包臉，一擒上木一擒去啊！冚家產你擒到衝過去啦，一壓住佢，一擒就快打，你咁快打，一擒砰一隻背弓啊！一擒去一隻背弓兩打嚟嘅。一及二家下嚟打恐怖，再一背弓，好，哎，所以咧，啊，所以咧，及手就咁啦，
你揮花手，啲手喐喐你，手喐喐，啊，你手喐喐你，你一及一直，啊，一隻動作，一及打你嘅胸膛，啊，仲係行下咧，冇喐手啊，我啲手記者不收噶啦，呢睇陣啊，靚仔，記者朋友打幾下之後，手一翻先，冇衝翻嚟啦，你及咗嘢之後，再打，再拉，再打就賣嘅啦。做拉打嘛，冇拉手，千冇拉，上身保守，上身上保，上身保守，跟住背功，嗰啲神，呢啲叫做神，打你之後咧，打一下之後，再上身保守，啊，嗰啲背功手打佢翻去，或者咧吸佢一下之後，出手，或者出手，一上身喎，冇拉。為什麼我拉你？你打你人之後，一拉翻嚟，人跟隻手跟嚟啊，打你啊，打你一拉，然後打你，啊，啲手打嚟，你一拉手，然後打你，幾一變咗一嘢一下，哇！佢哋冇打到人哋到，人哋一攤，然後打你啦。所以咧，我哋技質不收，打咗佢之後，啲手係咁一變戰，上步一速就翻嚟，啊，或者咧。及咗佢之後，啊，上步，上步一翻只掌，捽只背弓，佢就跌噶啦，跌背弓，就技七不收，啊，當然打佢之後，如果佢呢個手再嚟嘅情況下咧，啊，我可以呢度打佢，真係打條命啊嘛，尖劍咪直打咯，可以打佢，可以咧，佢真隻手嚟，我冇理佢，一樣打佢，呢度呢度，佢一側嚟，一側嚟，佢就速，一樣得。出手，我可以冇管佢分開，啊跳開，或者叫誒小分就分開得。我跟呢邊嗌又得，佢真嚟嘅時候佢嗌又得。啊，我可以冇，我要分開佢佢速就得，一速就速死。點做咧？呢、這個手打自己嘅，佢一出手佢自己。我聽你，佢自己打自己啊！呢手睇埋，啊，佢自己打自己噶啦。佢一上步出手，佢自己打自己嘅，自己打自己。天下大笑話啦，要打自己。呢度我拿女係接觸點。牙佬就是拳頭，我呢排咪爭拳嚟噶嘛？邊度接觸定邊度打，唔使分開嗰啲捶打、掌打、咩打唔係嘅，呢個要打你，啊？呢度咁嘅樣咧，哇！一含住呢度，咁呢度打你，啊啊！打你之後，呢度擒咗就打你，你呢個鵝頭，呢度冇幾多力嘅，呢度都你啊擔嘢你一百兩百斤，你哋邊度？呢個手你越擦越冇力，而家你越打你嘅。含住呢度就你自己打支跌自己，一上步啪一下，你自己打自己跌得，速手就得，啊背功手就得，所以咧就上身保守，道理依呢度，啊一上身步技質不收，最後啊就及手，我嚟講就及手啦，一及啊你都冇收，一及及住一冚巴掌包圍佢，一及佢。吸死佢！你幾快嚟打嘅？你快啫，你冇力嘅，手越快就點中人啫。啊，所以嗰啲力度異木同嘅，啊，所以吸手你快我慢，就吸手一吸住佢，冇管你幾快，你快我慢一吸佢，喺度吸手雙吸，雙吸手就單扶手，啊，你要扶手，或者你一拳打嚟，我一扶。啊！不管邊個拳打落，一拳打落一伏，但係水一個皮，啊火力沉下，火力沉息，水一個皮噶嘛，所以咧拳打落去一伏，伏帶水帶火嘅呢樣嘢，呢、這個係水嚟係咪？火力啊，喂，呢、這個你又壓下，就係咧火力，佢叫水土力，伏收水土力嚟嘅，啊，所以一拳打落去一伏，呢拳打落去又一伏，嗰啲咧伏。呢個復手就屬於土兩個力嘅，屬於一個力加埋土力壓，一個橫力兼壓力，一個復手啊！嗰啲有叫做中復手，有長復手、中復手啊！所以咧就啊就有咧，啊長復手點咧？長復手，長復手有時咧就回呢啲嘅手嘅情況，我啲手喺呢度。你挑好攤好，呢、這個攤啦嘛，呢、這個挑啦嘛，挑嗰只上副手，
有张底噶，冇飞渣。乜嘢个手咧都冇揸冇飞嘅，不如个飞渣，盘渣动渣噶。呢個手都盤爭，前面三幅手要飛爭，其他嘢啲手咧都要動爭嘅，啊爭負空嘅。所以你咧，你嗰啲我啲長幅手擺埋啲手之後，我隻手咁擺咧，呢度就用埋呢度嗰啲位置，咁碰佢冇嚟咁啊！啊呢度咁啊，放平嘅，平嘅，咁打個牙手骨打個面部嘅，呢度都係咁啊，一背打嚟，你呢度挑就挑唔到嘅，因為叫你長幅手。啊！可以呢度好似三曲手，你呢度挑出咧，我只四曲咪入啦。你呢度挑到我呢度冇用噶，係咪先？照真啲，嚟呢個角度三曲啊嘛。啊！啊！啲手就呢度啊，但係你個只長曲手嘛，一三曲，你挑都冇用，你挑喺呢度。我手就入到呢度啦，一三曲手，四曲手，一蹬呢度，啊啊啊！你要打佢啦，一長曲手，一長曲手咁練嘅，咁你練功。咁練功，咁練功，啊！你玩時功啊嘛，都有一條線喺呢度，人工玩啊嘛，都玩時功啊，條線動埋呢度咪玩咯，常復手咯，啲常復手，啊啊！一日練一百下，一日一百下，一日一百下，啊！一日一百，咁咧練手型嘅功夫，一定要做到家，每次練你一百下，一百下，啊！一百下，啊！嗰啲就，啊！呢啲咧就常副手，啊，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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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常副手啊，啊，倒放缩手，啊，倒放，呢个咧，呢个倒放，倒放缩，睇真啊，阿师，呢个手掟住啲折头，嗰只倒放，啊，倒放，呢个咪绑啦，呢个绑啦，啊，嗰啲咪绑手啊，呢个绑。這個點綁，這個中綁啊，這個點綁啊，這個中綁啊，所以呢那些綁手倒放束，束就束縛意思，又由他手，他自己手啊打埋他自己胸部束手，他這就分開了，這邊他沒怕的束手上去一束束一束一百一十一束一倒束啊！你知咧啊，就係咧倒束手啊，上束手，上束手乜嘢？呢度打啲手啫，呢個上束手四十五度，冇咁束喎，我俾佢制佢嘅上束手呢度，束埋佢啲肌嘅位置，力意過度，你咁束咧冇掂。四十五度交叉，四十五度啊，倒束呢度，我依家呢边束咧就束呢度，束嗰只位置，斜斜个肩边嗰边、肩膊嗰边束过去，束手，冇咁束啊，打死你！呢边呢度就束，嗱佢自己呢度打佢自己，倒束手，上束手，啊，呢个上束手，呢上束手，呢个咧，系啊，啊，呢个倒束。嗱，佢自己喺呢度打佢嘅，我揸冇打佢，不過可以使鬼棍揸，使棍揸，啪一棍揸打佢，一棍揸一攰啊，攰揸打埋佢心口，呢度勾住，即係棍揸，但係呢度冇搞亂，呢個倒束，佢自己打埋佢自己啊啲手下倒束，啊呢個倒束，呢個上束，佢自己束，佢自己呢度打埋佢自己身眼，係咪先？倒束睇你束上束，啊你不知。上束、倒束、棍揸，啊，再有呢个手咬手，一揸住呢度，个手一拉埋，那个手断咗啦，啊啊啊！一你走边条会，啊啊呢、這个手喺只咧慢咗，啊呢个一揸住就拉拉直，连埋动作。做事就咁慢，使時就快噶啦！啊，再啲慢動作，一打啲手一入啲同一抓住，呢就咁樣啦。啊，呢個咧，啊，簡單啲嚇，呢個咧就係呢個咧隻手就係嗰只係嗰只啊，倒放出啊，仲有包住啲手眼打，
花鳥手，呢個叫花鳥手咧。女兒講咧，搭埋呢啲手，呢、這個手係我形條啊，大條面。呢、這個手配係形條喺前面，呢係公條手嚟噶。有啲人嚟呢條就搭隻手，有啲呢條搭隻手，啊都冇所謂，啊就係、是、呢種都冇所謂。一人一個，跟住包臉，我哋叫做包臉。點解呢一包字一臉字嘅？啊，一包臉，呢手冇放下面喎、哦，兩仔下面佢打死你。一包臉就上面，扎上面條臉，呢度就縮啦。你站出去，點咧？我呢度一衝，佢嗰度佢呢度喺陣拍緊，佢呢度打埋佢自己嘅，佢呢度扎埋自己打自己嘅，佢一束手，啊，佢一束，佢自己咪打自己咯，係咪先？佢自己打自己噶啦，一下呢度就痛埋，哎呀，自己打自己，自己打親自己，呢、這個自打嘴巴，我哋啲交功夫咁，嗱，老似接觸點，嗱，你上次見到，啊，嗱，你見到。你揸唔到我噶，我哋人民戰爭噶，嚇、啊、地道戰又必戰埋質子噶，你搞唔掂我邊度嚟噶？又攔手又要做速點手，等都嚟噶，你啲我都攞唔到嘅，啊！所以咧，我度度打你，我打你時打得你，你打我時打唔到我，你都冇得打你，你揸唔到我邊度打你？就算你乜就打。